永安吼，对424页吼，咱大概拢424，有诶毋是吼？有诶毋是哈？410吼，迄个对迄个作业差别引发心痛业，这段吼在经诶论文内底。作业差别者为零震动，自然片段显示转变往来灌输，一切色相皆入心中，所往动类或现或稳，所作自在，福德心通，思辨念拗。放大光明，引发如是大心通过安尼。啊，这个作业差别，咱等下照，当然爱照这个文甲咱解安尼。这个文是结讲正确的问题。啊，但我正要讲一个吼，今仔日伫这个大佛说法的法师，大法师。大佛说了的法师吼，迄个法义计讲绝对袂使有差别安尼。那有含法义差别都无对，比如讲今仔日佛陀伫当时说法，啊说了念头经过这个大伽叶，因在一千几位的尊者所记录的，啊个又梵文翻译对中文来安尼。当日翻译最济就是鸠摩罗什甲东岩宗大师安尼，啊，但今仔日只法师吼，我是计讲所有诶法师要大佛说法，安尼来甲讲哦，佛陀何咱啥物？何咱啥物咧？咱大佛说的，千万绝对袂使传播错误安尼。啊，假使讲用个人诶意思。啊！你讲出伊个佛陀本来本意，安尼应该是有大过失安尼。这个叫做含经、淡漠法，有真大差别，安是袂使一个。为甚物袂使一个？因为法师对弟子，还是讲听众，吼、哦，若是讲有错误，佮客发的这个法语，啊，无确实安尼。但是讲法义无确实，有多方面的伤害，绝对有多方面的伤害。安怎呢？伤害就佛陀，因为佛陀都唔是安尼讲，啊你讲差别伤大，安尼是袂使一个。第二就讲伤害就家己，因为今仔日那是对法义都唔是安尼讲，啊你讲的呢，伤害家己，伤害家己是讲谤经非法。啊，你当然是伤害家己，吼、哦。那么第三呢，就伤害到这个文化的众生。假如讲树今仔日有红当作当作发佛法中的这個偶像，还是讲一寡中落级的呢？在这个佛法中，互人当作权威安尼，啊，都当作权威吼。假使若先听到伊讲，啊讲唔对去，安尼话啦吼，啊即马来，搁较少年辈，讲出来是讲了对，那你就到底吼，伊迄个唔对的，准先入为主安尼，这就害着迄个人，害着迄个听众啊。啊，即第二个呢，是讲第二个较新的法师，搁再讲是正确的。啊！你到底阵正法所无人要相信，所阵相信迄、那个，这个叫做啥？这个叫做差别，含法义差别的这个法案呢？安尼在三方面拢受伤，因为起来了，若是一旦讲唔对，可能会错修、错解个错修，啊个误修安尼，好、哦、多方面拢有耽误到这个众生。所以現在這個就是什麼，可以說起來是很大的罪惡。
咱前日有前回甲咱讲，北宗神师迄个时代，迄、那个徛石佛的时代，迄、那个法师，因为一句不落因果尔，安尼都误差。伊本身对了做护理一万五千年多七世安尼，好安尼，家己想看嘛。伊即个拄啊耽误着地主嘛，伊地主甲当作菩萨不落因果，安尼伊本身有哪自害？所以即个问题实在是说来话说吼，一定要研究彻底，假如讲。名相内底也是伊本身加上似懂非懂的，伊才甲人答出来。安尼应该是对家己吼有伤害足大个，吼、哦。所以从个有那真大个罪恶伫咧，但是即下要甲咱讲切莫，吼、哦。即下咱大家哈，比如讲有地主问咱，还是讲有厝边隔壁即三宝地主皆问咱。问恁大家吼，啊，若告诉捌，甲答；唔捌，唔通甲答安尼。吼，啊，若唔捌，唔通甲答。前日有甲咱讲过，当我甲记录起来，咱含师傅研究看卖，较甲会话安尼。安尼可能较变唔对安尼。吼，啊，若袂话呢？起码即个实力不明，啊，心口开合，莫讲强词夺理啦吼，心口开合，安尼可能应该知影。咱个人的这罪业，所以这个孔夫子讲安尼，低级为低级，不低为不低，是低呀安尼哈。这有不时给甲咱提醒哦，我那一句话，我那家己本身有真注意，孔夫子讲的哈。这句话加用作破音字吼，也不过是写安尼，但这句话应该写是地呀。好，这孔夫子东西就伫《论语》甲咱留这个话落。知，讲知安尼，啊那唔知，爱家己了解我都唔知，哦，安尼叫做有智慧的人。我告诉你，今仔唔捌，阿边强刚答出来，我讲这实在是害法，阿个害较低，阿个因为人会甲你当作你是无经验，阿是你看车看少，阿凊彩掠一个破名安尼，所以呐，那会当安尼吼，他叫做有智慧啊，是滴啊，但是在脑子道德经内底呢，是个讲安尼吼，今嘛即脑子嘛。咱个脑子是讲安尼哈，低不低？哦，这是亲像慧能大师安尼。慧能大师本来文学精悬，伊十五年混沌的中间咯，应该是家己本身读真一切。但是即马有人要问伊佛法，伊拢讲我无看，我唔知你念我听呢。这是慧能大师的谦卑。啊，谦卑这个中间咯，多像老子讲。知，阿讲讲唔知安尼，阿叫伊念话听，这种叫做上上帝的人，吼、哦，这会人的这种态度。搁在第二点，老子讲不低，阿低，因为你都唔无该知，阿就心口开合，阿就强词夺理，伊讲这种有病态、有病的人。有病就叫心的病，心病啊！所以今日这个法师，大家听起来，当然我袂当讲书
拢做完全百分之百袂唔对。但是作者法师伊是个法语上共回答无，作者唔对。我甲你讲个真欢喜，还佫想要真重视安尼。吼、哦，这个是无对的。你今仔要讲这个典故，出自甚物时代？迄、那个公元几年？吼、哦，啊是这话是出在甚物款的经内底？一定爱当面壳讲个好些。啊，家己有看到，还是无看到？绝对袂使蛤蟆好讲讲。吼、哦，安尼来呢？颠倒。家己会让看无起安尼，吼、哦，会让迄个敏感的人看无起。所以这个脑子较讲，那唔知当作知，有病态、有病、有心病安尼。吼、哦，就讲惊，讲回答唔知，啊，讲讲袂出来了。应该这个是袂要紧，因为人唔是拢总想想信任讲普通金果。无安尼，哦，袂使共讲无读到，啊，你共讲有读到，咱来甲讲哦，对家己是真伤害，哦，所以这个问题吼，有阵你若有较超越，就会当听出迄个法师讲的话是对啊，唔对安尼。另外，这法师因为伊要遭读到这个弥勒菩萨。哦，因为伊总同人讲念阿弥陀佛，即伊就讲讲，布袋书含布袋和尚同一个人安尼。布袋和尚是出家人，布袋书是在家中。布袋书是较早，好、哦、啊，布袋和尚是较慢，相差四百几年。好、哦，安尼来读，书知影这历史。伊讲出来，对我就袂通过啊！啊，那有诶唔捌诶人，嘛是听甲信心啊！吼、哦，安尼即个就是浪费，浪费家己，搁伤害着众生，吼、哦，啊，搁伤害着书籍、历史诶即个史书安尼。吼、哦，啊，所以我今要甲人讲，就讲法师计讲经说法，应该吼、哦，叫我注意着迄个名相即个，啊，就讲注意迄个历史。吼、哦，迄、那个历史的这个时节到底是公元几年？什么人是出现公元几年安尼？查就都有，历史凊彩查就都有啊。哦，啊，唔当讲安尼家己唔知安尼凊彩好有好多都当讲出来，安会流血，会阁毁掉经典安尼。譬如咱这个道统的延续，都有五顶会员，有这个机关咯，有这团顶咯，迄种总会当看出年龄隔出来。你若真要用功，拢会当看出你个。迄有一本叫做《佛祖通载》，伊拢甲你写到几年，公元几年，迄个时阵在中国，拄啊好啥物皇帝，吼、哦，迄、那个较清楚。所以我咧讲哦，在孔夫子有讲到五种个博主，博主得着，博客、新闻、神书、面面、道行安尼。啊！你咱较袂错我，啊！若要讲宏听嘛，较袂错我。所以咱讲佛弟子吼，一定要破壳。那破壳袂使专修得着，照单全收。好、哦，袂使呢，就一定爱经过新闻，哈、哦，啊，新书的书位嘛，文书，哈、哦，破壳新闻新书的是书位，啊，加明辨大家独行，独行就是修。叫做文殊修，空无主光，主果报主安尼。所以，这个若是讲真正有心，你都徛在为佛说法的人，合该一定爱精通。啊，总讲袂当精通，破过通金，安尼个讲，应该你个爱查出来。吼、哦，啊，这个话基本就是这个真正，他袂使讲，吼、哦。人家问你到底，啊，怎伊袂晓讲？讲迄是迄个法师家己讲的经典无写，吼、哦，安尼就是浪费家己，安尼绝对袂使只，吼、哦，安尼会害家己，佫害人，吼、哦，啊，所以即嘛即个问题，我正有爱注意。假如你今仔日有真注意加研究，
你讲什么法语安怎讲？好，那捌甲讲，安唔捌卖讲安尼。因为勉强你到第，到阵人问讲，啊，你是属于属什么人？啊，你对个听见？啊，你若讲到我好长照法师皈依，啊，我伫长照法师在道场给听见。啊，当你若讲因了掉就好，因了唔掉吼，是对属那好亏。吼，你个公差若伤大，我差一万八千桥，差一万八千公里。你看安尼是不是？所有民主都给恁拖累着，哈、哦，记得买小心啊！哈、哦，安怎哈？啊，现在咱再来看，经典已经讲这个差别是几几多块哈？这个重要差别哦，起码来引发差别，这个欲将定发通预算，这个人如定心通力发通如强，这些讲安尼啊。第二条讲将定发通预算，因为通力引起无同的作用，这是有境界啦哈。有境界，即马即个讲作用有差别，哈、哦。即马第已经来在讲零震动，因为伊即个发。音声，还是发一个意念出来，发一个什么出来？一切世界都震动了。譬如摩诃萨，伊发一个心通力，要用这资讯传到别的国土去，来定力的共同。好，还是讲今仔日一个菩萨者，伊要传出一种能量出来，还是讲一个菩萨者，伫个国土内底一个方法。有一挂人拢去听菩萨话，这种的心会出现出来，应该十方诸佛拢会知影。表面如果说今日讲了真健康，伫这个个三宝世界，这南无宝珠来这里讲了真健康，每一句语言绝对拢传到他方的国土。啊，讲今仔日咱这个所在高雄港等有在人去听这台。这个资讯也是传到别的国土去，我跟你讲真的，高雄、台中、新竹，还有讲板桥，这个五个单位的地主，拢伫个真有热心、真标准在讲话。我跟你讲，这个资讯别的国土都拢会震动，吼、哦，因为。大家若是有坚持这个心情，这群人都是未来要做福的嘛，对不对？未来要做福的，当然西方世界这祝福国应该拢知影的，哦，应该我正是个按个安尼个解释，会震动一，但是这个摩诃萨哦，在这个定中有哪种反常，反常哈？那么第一方种种功名。好、哦，这个自然就是真烈焰嘛。迄、那个光啦，吼，菩萨的光非常焰嘛。那么这个光是在讲什么？应该是在讲智慧，智慧光。吼、哦，现在哦，所弘的光会当照到十方世界，无一个所在袂当偏慢啦。应该是啊，摩诃含菩萨。现在来本来所不看不到的所在，世界菩萨，哈、哦，世界菩萨含这个国土的幽暗处，这个幽暗处是咱国土内心的不净安尼，不净当然黑暗，内心呐清净的光明，所以这个所在因哈，这个界的幽暗处因为光明遍照。天时就看得到，暗爱有光入去，就事发连着。啊，这么这个问题吼，咱这个国土黑暗，十足的黑暗，无救，无药通救啊。好过还好，佛法阿个伫这个所给传达安尼。咱这个空无主来
如吼，讲安怎？你若家己轻视家己，人就甲你轻视；啊，你若家己要毁灭你的家庭，人就甲你毁灭安尼。吼，你是轻贱家己，人就轻贱你。所以家己讲，这个国土是家己要毁灭啦。咱这国土哈，家己已经去毁灭啦，所以人较甲你灭。哦，你家己讲，应该真清楚，听好。连历史都要修改，因为我们有大陆国家的血统，今仔日文化文字都要传过来，绝对袂使蒙阻住。譬如讲，咱的祖先嘛伫遐，哦，是咱的阿公阿婆，阿个唐山过台湾，看咱团结人，还是讲。这个东西得先讲外国人啦。啊，你今日这个差价，唔知个差什么意思？好、哦，有机合约，啊个有种建国土，有什么利益伫咧？哦，啊，即嘛安尼差，天天都是个差价代志，差教育啦，差社会啦，安尼有诶无安尼？啊，属性的公道，主宰人心嘛。啊，两家小谈都要跳安尼尔，哦，如果你讲哦，这国土是家己，人家己灭，啊，人会开家己灭啦。啊，如果这么讲哦，祖先人就甲咱侵蚀，啊，你要祖灭，人就甲咱灭安尼。好，这点就哈，这么来哈，咱这么来讲这个，因为这个国土实在是真黑暗。有福光较紧甲人报价呢，吼、哦！即马搁再来，因为新动力会当互世代提升，互相转变安尼，吼、哦！比如以前内底可能，比如讲遍地生水，讲遍水生花，啊，毋过即句讲新动力会当互世代提升，互相转变，即个世代提升就是水火风，水火风土。啊，这最好都是有物质看得到哟。不过伊内底有一种更加进一步同水火风土进一步的提升。啊，知影吼，所以这个真理吼，实在是顺人心改变的。譬如讲较早来个讲是五方十物，五日风十日雨，五日透一边风，十日透一边雨，落一边雨，这样子啊。人心甲变甲今仔日空寒水灾有无？这个叫做变质啦，变无共去啊！对我来讲叫做心生法生，哈、哦，听好无哈？万法唯心甲万唯性，所以这句是给讲的。因为这阵人皆行自杀的路，甲怎知道？他们今仔日天灾啦，人祸不断嘛。啊，其实哦，我讲一个实在，国土内底在持正消民，虽然讲安做为非作恶，但是伊所伤害真少。比如讲，你抢劫太人，安尼个一个人俩，就掠去关嘛。但是政府祸国殃民，这个才是大条代志。不过，迄种无人敢甲治理。在小兵在罗马在抢劫的在，你唔掂咧，得个你啊去接管起来，那无长期拢把你清算。唔过这大灾祸影响出来是政治人物，这应该是开始罪恶。哈、哦，这是一个代志。我今唔是讲对一党派，对反政治国党内底那些非主流政治人物哦，实在开始真正祸国殃民。好、哦、应该大家看有也不敢敢安怎啊自证小民伤害人打人手脚他只能要念的好啊所以今天也在讲今天这个高度也变革呢毕竟现在都讲变地为罪啦就讲变罪为悔这种东西顺中心的这个业经济所变现出来这些代志你较想讲，从海变商店，
啊，商店变上海，对吼，就是安尼，业力变就变啦，中国变就变。就如世界大战啊，弄了家的贵安尼臭味大，算不是有那忧心变出来嘛？现时各国内底不断的这个追债，迄算不是有那变出来嘛？啊、哦，那月落雪，迄个当上，那月应该是人讲那月火烧火，有无？但是有国土落雪啊，今年就有啊，迄算不是安尼变嘛？我是安尼甲想啦，吼、哦，所以上有心性，家庭的圆满甲无圆满哦，拢总是家己，而即个个生活来得家己的，老爸啦、老母啦，是在惊惊安尼，家己的母，国家嘛是在不良的分子母出来母派去的，吼、哦，因为即个问题在历史上有读册，譬如讲宋朝经过，吼、哦，即种讲不解国家根本无去。啊，而且那个三国时代还做错，嘛是野心嘛，很了解哦。所以这些来讲，但是我再讲哦，幼灵随心所念，往来是梦。参啊，这个这个是给讲菩萨哦，心念呐想到对，而且也辛苦都想到对啊呢，随时到。这个呐，在这个五通的中间叫做心足通，心念想到遐。阿德变高遐呢，人菩萨的高遐，好、哦，这是讲个呢。但这个灌输啦，哈、哦，灌输的讲，那是讲用空间来甲讲啦，哈、哦，讲会当灌输密，从这个苏米山甲修上，苏米山是这个八万浮水八万溪嘛，哈、哦，八万游顺，啊下流水八万游顺。会当从这个苏米山，该修缩入一粒钙质磷，阿嘛会当从一粒钙质入苏米山，安尼即个叫做灌输。搁再用时间讲，输一刹那为无量劫，一粒久就经过无量劫，但是嘛会当灌无量劫成一刹那。哦，这是菩萨的水准啦，哈。但这八地以上的菩萨，一切有情无情，八地以上八地就不同地，一切有情无论伊的色相，吼、哦，拢可入入伊的心中呢。伊的色相，吼、哦，搁再讲伫色心上搁再显现，吼、哦，会当应机变化，应以何心得道，即现何心得道，即多亲像观世菩萨的普遍。普文品的一种水准安尼，该认识的人爱用什么心去解读，伊就用什么心。吼、哦，伊要变魔王、变野车，去度迄个阿爸的人，伊会当食那边。吼、哦，伊国王心解读，伊变国王心，变技术心就变技术。受这个菩萨的本事，都这种的情形。吼、哦，以为说了。搁在随所往而化身有他动力，比如讲今仔日他方的世界，应该吼各种的这个人形啊，应该无像。像咱来讲哦，伊在即句意思随所往而化身有他动力，比如讲这个国土的身躯，含这个国土身躯应该无同。比如讲咱这四大部洲来得人哦。合界北古罗州的身躯，和咱这南疆部洲的身躯无同，因为迄个所在的身躯悬，吼、哦、啊东胜神州甲西湖就应该是比咱这较悬，啊所以即卖计讲，伊即卖菩萨要去迄个所在度众生，伊会当随类化身，有即句话对不对？随类化身去个国土去度伊安尼，即个菩萨的水准，吼、哦，伊要像迄、那个。变做鬼道买单，然后啊变做地角都去化道买单，变做无同的特性去化，无同的特性类去化道买单，这叫做随理化心。或者是显示灵众生见，或者是温藏灵不见。啊，但是有时伊会当显示出来，比如讲咱今仔日伫这钢筋塑料中，
忽然间有无共镭来，无共身躯来啦，伊嘛会当变来啊。啊，种佛陀知影讲，今仔日甚物人都无来，以变代替迄个人来这个所在坐咧听经啊。这拢随时拢会当变，哈、哦，听无？这是假的。我有听过一个典故，唔知某一个法师叫做法律，人介济，唔过差在差袂赴，要看两家差在差袂赴。忽然间内底有两个身份的女相，伫内底个街道家就足面积的，到时间到，大家要食饭，迄个时阵的饭拢有啊，菜拢有啊。啊！大家都在想讲，迄两是啥物人开过去，冇看到。啊！到当即个代志已经宽好啊，要找迄两个人，迄两个人找无。哈、哦！这是我听，毋知听啥物人讲的。听讲是文殊甲普贤菩萨两个菩萨，安来甲帮忙。这是传说的哈，但是用伊的标准，甲伊本身的这种能力，应该是有可能安尼做。哦，发挥真济人，啊办甲真欢喜啊！啊，可惜咧，大了组无够人，伊就变两个出来咧，佮要变十个、千个嘛有法动。哦，安怎哦？这个叫做啥？显示予众生看到，啊是讲稳重伫来，个人众生看袂到呢？无那有可能，到华少的同个那可能。比如今仔日，咱这个所在有菩萨了无？咱看袂到呢，应该有。因为这个讲大乘的这个经吼，也是论，绝对有两种佛法，两种伫遮。譬如讲《法华经》，释尊都讲啊，告诉这佛陀有人在讲《法华经》，伊绝对要切遣，这个叫天龙八部去遐听呢。安尼伊问的，咱个看有，好，这叫做灵问，咱听吼，咱看无咧。不过偏偏法华经就安尼记录啊，我都不要紧，因直接看就好啊，直接听就好。吼、哦，啊，比如讲这个经典毛写呢，但是讲这个法义上讲啊非常正确。那么地藏王菩萨会切遣于地界轨道中的这有正地见的这鬼来听法啦，这嘛拢有可能，但是因问的啊。哦，这种有可能哈、哦，绝对因是给讲话给骗人，袂安尼。因为这个因缘甲畜生有一个好众生会当真真正正得到利益的中间吼、哦，合解拢会安。哦，这个叫做啥呢？哦，菩萨令众令不见，有哪有？啊，示现出来，互看到有哪有安尼？什么个得啦？令变魔为天。魔就是他化主宰天，变作天人，啊变天人做魔，所以一切所作都能主宰啊。伊变哪变拢是在，叫做主宰。啊，这样我先跟人讲，咱众生袂主宰，众生有够济，袂说众以今生甲死亡前，我跟你讲，无一个众生主宰。所以伊下向开始啦，你敢要相信？我讲你，比如一个例吼，敌也未主宰啦，敌伊个心吼，伊安尼真欢喜甲跳起来，啊，要计划要创啥货啊？事业未成功也未主宰，事业失败嘛未主宰，你们想想看，我跟你讲哦。做大家未主宰，做新妇那未主宰，你们相信吗？咱得我去讲，后生阿伯拄好成年尔，就讲要甲娶某，迄款的妈妈有主宰无？阮妈妈就是安尼，我妈妈因为我十七岁就被关到。我都未住在，我拢未住在，教我推，教我掂。啊，正甲经甲十八，十七岁入去，一关到甲十九岁，就另外加甲问讲内底有小姐无安尼？我小姐那有足济啊，哈、哦，意思讲较紧教我带出来，较袂食菜，别只去出家安尼。
我有啊，小姐有啊。啊，你看唔经一个较水的草灯给我看，我大家拢在修行，安尼尔我都无管。哦，知影无？这是世道人心对镜，各种的差异拢未存在。我搁再讲一个哦，后生一个大，一般妈妈都对，就讲较紧要甲后生娶某。啊，后生都唔爱啊，讲我做兵等下讲安尼，啊，等下就去甲讲，啊，你较早伫军队有啥物女朋友啥有无？拢无啦，啊，无会同间哦，有一遍看到因后生趴伫窗仔口，看对大路去。啊，到三个迄款政工干校的，往政工干校知影吼，啊，到行到因的大路边过，伊这个后生在底下甲看，伊妈妈讲，就我来甲问讲，对一个较水，啊，来甲叫人来甲对状看卖，讲你遐工地队，迄三个政工干校，中迄个卡步打无济啦，我你敢听有？两个互相中迄个打，迄、那个正脚倒脚无下安尼。因老母总讲伊，以为因后生对于这三个查囡仔，好去行唔到，恁三个正光干校去行做好拍的。伊讲你甲你是甲看对的，我是讲迄三个脚步打无济安尼。伊唔是去看水，是去看打无济。因老母都无法度伊，干那一米无住在，要甲娶一个新妇安尼，啊，将来都无交朋友，后生无交朋友，就讲是毋是叫某人来给你做，然后点点点点了，就请叫某人啊去共看，看真正，看看等因后生喊一头，好喊一头好，即马另一个看一个，因后生搁喊一头。讲啊，这个都明明，他虽然那里无爱，讲我都阿袂爱，阿袂要娶。啊，到尾七做八做，做了成啊，就问伊家讲，你当时要我抱孙啊？啊，有住宅无？无住宅啊，一世人无住宅。哎呦，啊，长大出来，你就问我当时要抱孙，你嘛够奇怪，对吼？啊，玲姐啊，看伊新妇伫遐食饭，皆乌乌吐啊！用较紧的、较紧去检查卖，有住宅无？敢有住宅？无啊！检查卖，医生甲讲有心好，有心好，有心有心。啊，再来问医生，讲敢知查甫甲查某？啊，唔知啦，都是地板人来知。有住宅无？无住宅，一世人拢无住宅。人生就是自生，甲会晓。会晓甲死亡，我甲你讲，对着这个设定来甲讲，拢讲无一个有主宰。对个人的身躯未主宰，对亲属的关爱，还是讲今日族亲内底对伊安怎样，无一个人会主宰。吼、哦，所以今日开为着五点对了，你要注意哦。今日告诉我，你今日对这诸法因缘生因缘灭。但确实去了解，族亲应该是，咱要生一个孙，还是要生一个查甫后生，甲查某后生，查某的吼，查某囝应该是爱欢喜接受，这是因缘来的嘛，吼、哦，应该免得去分别心。所以我讲对这个问题，我甲想，今仔日计犯罪、计作恶、何事造人、计困扰，应该是查甫较侪。应该是查甫较侪，现在这个精神学问嘛，应该是查某较侪。安尼你甲想看卖，有时阵后生无要顾老爸老母，变做查某囝去顾，迄嘛真侪啊。你何必着选后生？讲爱后生你较叛逆，吼、哦、啊查囝你都无叛逆，这嘛是真正是无对的代数。所以我咧讲吼，这个德。啊，未自在，因为得也未自在，就是你要漂多远嘛，迄就是无自在。咁是安尼，因为你有钱通去漂多远，你就对漂多远在跟人啊，啊，即就你的人生得来未自在。但总共未漂多远，你嘛坚定讲这个事业，搁再放摆落。我讲呢，修行是不离嘛吼、哦，所以你嘛在讲这事业，你嘛未自在。
今仔日你已经败落啊，当然无自在啊。所以我咧讲，凡夫受着五所，五所包括色、声、香、味、触，无一个会自在。吼、哦，但是今仔日你若是有一天修行，家你今仔日真认真真真因缘所生法，你遇到各种的这个代志，你拢放下了。心里就自在啊，但是菩萨自在个安怎样？吼、哦，伊计讲，你无论变魔为天，还是变天为魔，一切所作都能自在，就是讲你变哪变拢会当。所以咱学帮有写几行字啊，学帮写，吼、哦，咱来甲看。起码这个爱注意啊，起码这个咱来甲看，这八大自在，这是涅槃经，吼、哦，33。这句话就讲，良师一心为德心，安尼。比如讲，今仔菩萨自在，伊会当变现一个身躯。比如讲，释迦牟尼佛当时，因为伊要等于故乡，伊已经有一个囡仔叫做罗侯罗啊。罗罗中间呢，伊要登去，要互因的囝变作成个含义本身拢相像的，安尼行过。伊这个囡仔，安尼无去敬，无去找唔到人哦。化身伊无甲找，干那找到一本尊，中间当的。所以这个叫做变一心，成德心。哦，伊要搁变，不是变一千尊啊，变一万尊、一亿尊嘛有可能。这是自在能变。第二个问题，是一定心万代千世界。譬如讲定心第三呢，伊的应心叫做定心。譬如讲佛陀3000年前出现伫这个尼泊尔，迄、那个叫做定心，甲看拢总可能看会到有长那个。等了金身，但是伊这个身躯会当变偌大，会当变到整个三宝世界，安尼破去破去。啊，以前是安怎讲呢？因为伊本尊内底，诶，这个能力主宰了。因为这个三宝世界都有百亿个苏米山嘛，等于百亿个这个太阳系，啊，咱家想看偌大，但是伊干了一个身躯会当。变遮大呢，吼、哦，叫做是一定心万代千世界。搁再讲哦，那只不过讲较大，因为伊发心含虚空心动体，应该伊会当变甲含虚空变大。吼、哦，这是第二条讲。第三条叫做大心清寂万德，搁较大个物件，搁较大个物件。伊退起来，轻轻啊，搁较远得个三角角。前日有讲到十祖，我有讲到一挂摩诃萨，伊会当从咱这个娑婆世界做中心点，会当自从咱这个大千世界，甲送去，送去对，送去恒河沙佛国的顶冠。你敢会记着有讲这代志无？安尼叫做轻寂弯道，一粒骨头呀。好、哦，一条平河沙当作一个佛光，啊！你甲看一条平河沙的数量偌济，伊会当甲送给你甲顶关，搁再一条骨骼甲刻落，这个大千世界，可以变过拢总原在安然自在，无啥物变动，太阳原在安尼说，搁再会当甲藏落在下底面，一条平河沙所世界，这个叫做大心清寂圆道安尼，好、哦。那么第三就讲现无量类相继一通，哈、啊，所以啊，这一通啊，伊会当于一个娑婆世界内底，还是讲一个国土内底，甲变现无量，而这个有生命物件可以带遐，哈、啊，比如讲当时，这《楞严经》的观表讲安尼讲，因为当时这印度是超财不行，啊，佛陀出现了。因为收集这个僧团来了，因为这出家人要出去突破，啊，在百姓，甲伊供养的海肉，唔是有生命的肉，是佛陀所变的。吼、哦，这咱有甲咱讲过，拢讲是佛陀变，唔是有生命的肉。吼、哦，所以伊会当变无量类，带咱一个国土人。第五，诸根何用？诸根何用？我甲你讲吼，咱有讲一句话。用脚头有想嘛，知影。
佛陀真正用卡打鼓都知影，吼、哦，安知影无？六根何用？用鼻孔看物件，用耳啊看物件，用目睭食饭，吼、哦，这个叫做六根何用？唔免讲像咱众生咧，目睭看相，耳啊听声，嘴鼻甲淡这个味，但是六根拢通用安尼，吼、哦。那么来呢？一法如无法相。譬如讲，第一个法，哎，第无量法较对，应该第一切法，第这一切叫无量法。事实讲，咱来甲了解哦，一切法就是诸法，吼、哦，成就一法，成就一法，这个是等于一法，就是等于无法。吼、哦，凡夫和圣人的差别在这呢，啊，知影吼、哦，一切法就是缘起法。但是缘起法的本身是无相的实体，吼、哦。搁再来第七，说一切句，一切句语经无量劫，干那讲一句句，经过无量劫的未来佛，所以袂当甲改变，吼、哦，袂甲改变吼、哦。那么第八叫做心遍诸处犹如空，伊的身躯。会当骗每一个国土，吼、哦，都亲像时空校对，也先苦校对安尼。这都含要去讲这条，应该差不多，这是干那讲大千世界尔，啊，这是去讲，伊的先苦会当骗报，骗报诸处，就讲迄个所有的世界，啊，都像时空，伊的时空。就是诸世界拢有虚空，所以身躯会当安尼。好、哦，身躯就会当含虚空相讲，虚空交对，伊身躯有哪交对啊？叫做啥？心遍诸处，这处是每一个点。好、哦，伊有得安尼啊？就是伊住在灵遍，要安怎遍伊拢遍安尼。好、哦，咱就暂时讲到这，休困十分钟，明天准了哈。啊